跟蜡烛，蜡烛旁边会对应到跟零食、零食、零食、零食之类的东西。如果旁边是没有对应到零食的，可能白色的小角，所以要被砸牌，是不是不能拿？自己凭良心、凭实力想哪里要砸牌，哪里要放零食，开始玩吧。那可以先放你想要的。哦，你是从那边排回来吗？看你啊。那我就平放这个。哦，你要确定哦。不要，放两个。我试吹的时候，倒数第二个都吹不到哦。这些留给你看，你来挑一下。Ha ha ha.